经非常火了。这次呢是找到了我们的霍老师，想看看他能不能帮我这个身上的骨骼通一下，顺便把我的任督二脉也开一下，让我这个腿呢就不痛的就能从这蹬到这。我现在已经下车了，然后现在在等我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到了，咱们一块儿去，自己也不敢去。我们到了。耶！我们要去干嘛？搞死！对。就很想上去体验一下，到底是不是什么东西。平常这样弯着写作业的时候就会有点累，但是这样写就不累了，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有驼背的人来说还是有功能性。你还会去吗？不会了。